南丰县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南部，境内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并且南丰是驰名中外的蜜橘之乡和罗舞之乡，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故里。南丰文化底蕴深厚，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是我们南丰人，这是我们南丰人的骄傲。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世界橘都福地南丰。我们南丰风景秀丽，有中国著名的居峰山景区、潭湖景区、关闭上景区，在南丰最热闹最繁忙的时节，因为橘子成熟了，满山遍野金灿灿的蜜橘，吃一个保证让你心里甜如蜜。南丰的橘子是我最爱吃的水果，这儿的橘子特别甜，维生素也比较高，吃完皮肤越来越好。今年的橘子又是个大丰收年，我这是5000棵橘树，产量能有40-50万斤，能卖到100多万呢。我们南丰的蜜橘不仅可以直接食用，还可以加工成为蜜橘饮料、蜜橘酒，还有蜜橘糕以及蜜橘糖一系列的食品。这不又到了蜜橘节了吗？我们橘农还特意准备了一份破纪录的神秘大礼，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本期乡村大世界，走进蜜橘之都南丰，南丰橘农的壮举会让您目瞪口呆。在场的橘农和观众用大约66万个南丰蜜橘拼成，本次活动是真实有效的。请出我们的航拍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壮观的壮举。南丰七旬大爷钢管舞嗨翻全场。大爷，你那是穿裤子。南丰好声音到底能与哪位女嘉宾牵手成功呢？心动女生是假设牵手成功，婚后两个人在一块儿的话，能不能不要小孩？刚才听你说的那个工资是多少呀？我想问一下我们的3号女嘉宾，是以你这样的条件，而且长得又漂亮，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是单身呢？是您刚才说的那样。2-1，开！飞刀牛人与飞斧牛人，谁会是暗器之王呢？哎呀，还有一刀！更多精彩尽在本期《乡村大世界》。掌声送给我崔大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是在江西省的抚州市南丰县白社镇罗里石咱们的生态蜜橘园。今天呢，在我的身后将由我们南丰的橘农还有现场的观众呢共同来完成一项壮举。在我们南丰县建县以来呢，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很有可能在全国都创下一个记录。最重要的是呢，这项壮举将赶在我们节目开始录制前完成。那下面呢，我们将连线第二现场的刘刚，看一看他那边的进展如何。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生态蜜橘园里，我身后的橘农们正在紧锣密鼓的捡橘子，我们现场的观众和朋友们也在帮我们运送橘子。我们现在在现场要完成一个我们南丰县有史以来从未完成过的壮举，我想大家跟我一样非常期待。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实时画面。首先有请我们南丰县公证处的公证员来为我们宣读公证词。根据乡村大世界来目睹的申请，对在这里举行的南丰蜜橘拼图活动现场进行现场监督公证，在场的橘农和观众用大约66万个南丰蜜橘及橘叶拼成。现在我宣布，本次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江西省南丰县公证处，谢谢我们公证处的公证员。那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的航拍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壮观的壮举。用
用来拼图的这个橘子呢，都是出口欧盟的精品蜜橘，我们不会糟蹋这些东西的。节目录制结束之后呢，将会通过一带一路运往世界各地。橘都南方为你们自己鼓掌。我刚刚可是拼尽了全力才完成了这样一个壮举啊，大家为我的努力鼓掌吧。就你拼尽全力啊？啊啊！要不是我组织这些人去给你捡橘子，你拿什么拼啊？讲不讲理啊？我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再说了，咱们南方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我给你提一个人，你肯定听说过。谁？曾巩，知道吗？知道。唐宋八大家。我表大爷，曾巩啊。你姓曾什么？不是表大爷，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那你知道他为什么成为唐宋八大家吗？曾巩为什么成为唐宋八大家？哎，因为我们南方的蜜橘含糖量非常高，甜度很高是吗？对呀、啊，好几个加号。你说就凭着蜜橘就能致富？那是相当富啊！有到底有多富、啊？我也不知道，打听一下好了。我们现场有没有种橘子的？这位大哥。啊、哦，我跑到奥迪去卖橘子，我的橘子一般销量那个澳门。澳门还是欧盟？欧盟，欧盟。哦，我以为是澳门。还有哪位是种橘子？哎呀，这位，哎呦，哎，这，哎，这位美女，你们家怎么样？收入情况？我们有4000多亩的那个橘树，产量大概1200万斤。我们通过互联网，一天大概能卖3-4万斤。这个是网上销售，但是我们主要还做出口。我面对的不是南丰的一个普通的橘农啊，这是个富婆啊。还有哪位说说啊？哎呦，哎呦，我是多年的橘王，连续5年橘王是吧？我家的橘子呢，一箱橘子拍卖的18.8万。哦，就这么大，就这么大橘子，18.8万。我发现了，全都是致富牛人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小小的蜜橘就能致富？现在的南丰县在农村家家户户都种橘子，橘子已经成为当地的农业支柱。每到这个季节，橘子大丰收了，我们都来这里捡橘子，一天能挣180块钱左右。今年的蜜橘产量比去年多了不少，每天都收到好多订单，现在的车都不够用了。我们的橘子销往全国各地，最远的地方到了东南亚和欧美等国家。我们采用的都是南丰最优质的蜜橘做深加工，目前产品有20多种，产值在2亿以上。每到收获的季节，专门来南丰采橘子的客人都会来我这吃点农家菜。因为南丰的蜜橘，我们这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我们南丰县每年橘子产量有30亿斤多，可供全国人民每人吃2斤多。欢迎大家来南丰县吃蜜橘。刘刚，哎，傅有龙怎么了？今天呢，我们在南丰创下的这个壮举啊，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我的功劳，是我们南丰所有橘农的功劳。说句实话，我觉得南丰今天创造这个壮举只是个开始，我们也希望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有胆你就来挑战我们南丰人的霸气，是不是？没错。哎，但是你别忘了，我们在乡村大世界的舞台上是要给朋友们带来精彩节目的。是啊，所以说我今天还是老样子，我找一个你找一个，我们比一比看谁更厉害。那我的先来，我先给大家请上的是在我们南丰一支相当相当牛的舞团，来，有请传承。接下来有请我的舞蹈队舞动南丰。
南丰七旬大业钢管舞嗨翻全场。大爷，你那是穿裤子。南丰好声音到底能与哪位女嘉宾牵手成功呢？心动女生是假设牵手成功，婚后两个人在一块儿的话，能不能不要小孩？刚才听你说的那个工资是多少呀？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是以你这样的条件，而且长得又漂亮，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是单身呢？是您刚才说的那样。二一，开始。飞刀牛人与飞斧牛人，谁会是暗器之王呢？哎呀，广告回来更加精彩。自报一下家门。我们的队名叫 Crazy Family， 我们的口号是舞动青春。咱们的舞队叫什么名字？口号是什么？我们的队名是 Dance Queen， 我们的口号是咔咔咔。就是把你们的队伍咔咔咔掉。你们凭什么咔我们啊？这有本事吗？我们有斧子，我还有面具呢。这什么面具啊？这个啊，给他讲一讲。这个是我们挪舞的一个面具，是我们挪舞的一个经典符号。然后我们挪舞是南丰的一个祭祀仪式，是有3000年的历史了。然后南丰也是我们江西的挪乡。这个面具是盘古开山。你们既然戴了挪舞的面具嘛，啊，你们会挪舞吗？我们完全不会。完全不会还敢戴挪舞的面具？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是一个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面具嘛，然后我们也是把挪舞和爵士和街舞的一个结合。哦、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也一定呢、啊、会好奇，究竟什么是这个挪舞呢？哎，挪，一种神秘而古老的原始祭礼，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已有记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乡村调查员吉利。其实我和大家一样，我也纳闷啊，为什么这个挪舞会是我们中国舞蹈的活化石呢？哎，今天呢，导演呢还交给我两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带着这个任务，我们一起去探究一下挪舞的庐山真面目。这个挪呢是本地2000多年前传下来的老传统了。挪像当地当地人说，好像是一个我们像一种文化，一种图腾。古代就是说它驱邪祈福。南丰挪舞种类丰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就通过探访两支最具代表性的挪班来窥一斑而知全豹。好友行色，嘎嘎清清，夫妇滚轮。作为古代驱逐异鬼的仪式，每年只在正月举行一次。乡村调查员吉利首先来到的就是南丰最传统的石油箱挪班，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会一段挪舞。这开山这动作好啊，哎，这简单，这好学。我们导演不给我布置任务了吗？我就学这个。脚，刚才看挪舞，你看着很简单啊，然后那个跳，其实很难的。关键动作你到位，你看马步说到哪儿他就到哪儿，啪说蹲下蹲下，他说起来他就得起来。这里的舞蹈一定是由钉子步走，你看我们进场的时候也是钉子步进去的，一定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做跪在这是这样子的。我们学跳挪。好可怜，假如你的手势啊，你马步扎根不基，根基不牢啊，一旦你跳得不好，就敲你后脑勺，敲到后脑勺流血，你还不敢更生啊？谁跳到这个舞蹈最难跳，要我来。努力学习跳挪的吉利究竟能学得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检验一下他的学习成果吧。体验完石油箱的挪舞，吉利又去拜访了南丰另外一支非常厉害、平时你看不到的挪舞。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白社镇，我们上冈村。
我们这里头还有一只我们南丰极具特色的我们罗班，跟我们刚才的那个罗班呢是截然不同。怎么不同呢？跟我进去一看你就知道了。走。上甘的努舞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保留了原生态特征，还加入了更具表演性的努舞叠罗汉。这三个叠罗汉造型叫做挂牌，意思就是罗汉数量多，挂上名号，挂起罗汉牌。这个造型叫架楼，意为平地高楼起。拜的新师傅在教我如何做这个挪舞，一定要靠自己的体力，还有你们的臂力，技巧有技巧，要有腿力、臂力，还有技巧，还要腰劲，腰劲。加油！我玩一个六个给你们看一下。行，你玩六个就玩五个，小心一点哈。这个造型叫观音坐莲，意为吉祥如意。稳得搞定啊！大家要上，一、二、三、四。我的天哪！看。我来五个。哇，吉利居然要尝试身上负重五个大小伙子，没练过的他能吃得消吗？不行了，我这个腰受不了了，已经，这个已经不行了。朋友快扶一下，朋友，我的腰要折了。蹲下。哎呀，不行了，你蹲下，没劲他敢蹲腰，绝对蹲下。关键上边是晃的，你知道吧？我就感觉我那脊柱嘎嘎嘎嘎嘎嘎的晃。稍作休息后的吉利还是决定戴上头巾和面具再挑战一次。一二三，我的大力山成功了！哎，快叫，这是我，不是假的，真的，没有替身。南风，这个挪舞的风格真是多样化，然后所蕴含的文化。还有传统是特别博大精深啊！我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除了来我们南丰吃蜜橘之外，也来我们这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我们挪舞的独特魅力。真的厉害！我发现挪舞里面好像也有你们这个道具啊，是不是？你们这个道具是挪舞里的什么？也是挪舞的元素之一，盘捕开山用的斧头。我这边可都是土生土长南丰的朋友，包括我这个小姑娘。多可爱长的是吧？就我是男孩。怎么证明你是男孩？这么可爱肯定是男孩咯。你确定是男孩？只是长得萌萌哒而已啦。但是怎么看都是女孩而已啦。我们这边也南丰的，你哪里的？南丰的。你看了没有？哪里的？南丰的。你看了没有？哪里的？贵州的。哪里的？湖南的。哪里的？广州的。你都从哪儿找了贵州的、什么湖南的、广州的，冒充南丰？那我们南丰就是这样一个包容的地方嘛，我们把橘子出口，然后把女婿引进嘛。怎么就到南丰来了？来南丰摘橘子了，我感觉这边生活习惯蛮好的，就留在这边了。在这边是专门跳街舞吗？在这边教舞蹈。这都是你南丰的学生是吧？多好的事儿！我发现刚才他们跳的时候，现场也有很多观众，虽然坐在那里，也是蠢蠢欲动。但说实话，傅玉龙。你说你们那边舞蹈难，我真的没看出来。你不信，我现场随便找几个人上来啊！你就你们跳那舞蹈，随便跳几个，我们都能学得上。你开什么玩笑？你找有没有？呀，两位大叔，来，欢迎。哎呀，你说两位，我们不是跳广场舞。大叔高寿？72。您呢？70。看到没有？一个70，一个72，加快142。来，谁给他们来一个动作？最简单的啊。别停，继续来。停，有没有？当然，大爷天生会跳街舞，对吧？再来一个，大爷，预备，开始。哎呦！大爷，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是退休工人呢。是退休之前干什么？种蜜橘了。种蜜橘。种蜜橘也要退休啊？我以为退休之前是电工呢。真厉害。那位大爷是干嘛的？来，您是干什么的？我也是退休的一位教师。一般老师上课都这样吗？你被学生气的。
感谢两位，掌声欢送一下，请坐。我从这边再请上两位观众啊，来来来，哎呀，你看你那边上来两位大叔，我这边上来两位大姐，派出你的高手，教教动作。你叫什么名字？刘志强。刘志强。小强啊，来吧，小强。停！停！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最简单的动作了，一点爱心都没有。你要再敢演地面的，我打你！两位女士，跳一个来，音乐起。哎呀，哎呀，哎呀！我跟你说，我姐要不是穿皮裤，这个动作就完成了。靠，太好了！有没有再增加点难度的？来来，上个道具，来吧，来。有人能跳钢管吗？这也太简单了，简单，我随便挑一个。大爷又来了，老有所爱，老有所落嘛，老有所跟他们年轻人比一比嘛，跟他们年轻人比一比，来。哎呦，哎呦，大爷，你那是穿裤子，继续。音乐不停，你们别停，走。哦，大爷，你无形当中完成了早上去厕所的一连串动作。先绕着，先把灯打开，把灯打开之后一看，灯绳没找着。最关键的、最可贵的是我们大爷这精气神儿，没错，这哪像70多岁的？我乍一看也就50多岁，真的，活就得活成您这样。哎呀，活成南方人这种样子。没错，好，两队都非常非常棒，来，掌声再次送给两支舞队。谢谢。今天来到南方啊，我给你请上一位我认识的，号称咱们南方小疯子的。认识吴平吗？认识。认识。认识，我好喜欢呢。最喜欢。认识吴平吗？听到你们全场朋友的掌声欢呼声，我喊一你喊二，我喊三你喊四，大爷你这个白头发的，来，一二来四二四五六，掌声送给他。大姐，接下来我跟你互动一下哈，我怎么摇你就跟着我怎么摇，好不好？准备，左右左右，前后前后，嘿嘿嘿，牛啊，非常厉害！找一下你们年轻的小妹妹哈，来，看我怎么扭，你就怎么扭，好吗？哎，脚要打开，哎，左，哎呦，左，哎呦，不是这样子吧？那你要怎样？我扭一个比你更帅的，好吧？一二三四，哎呀，哎呀，哎呀，来了，掌声，尖叫声再响一点，哎呀。哎呀，厉不厉害？你们站住！你们站住！你快快快快！干啥呢？哎呀，这什么人？这啊不啊！我要不叫停，他停不下来是吧？我开始已经给你打预防针了，我说是南方的小疯子。但你没告诉他疯成这样啊？这个胖子像不像老爹？你这一见面你喊我爹，我还不知道该说啥。上来怎么就能管人家叫爹呢？我也忘了。我该叫你大爹好不好？哎呀，客气客气客气，大家都笑，
什么意思啊？他叫我们爹啥意思啊？傻瓜。傻瓜？哦，那还是你是他爹。你是我们乡村好声音，不是让你跟观众套套近乎，对啊，教人家扭两下脖子，动两下屁股就完事儿了。不是乡村好声音，你确定你找的是好声音吗？当然啊，到现在没展现好声音啊，我什么都没听着啊。你瞧着看吧。嘿嘿，使劲老妹儿，使劲一点。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再来，你就像那。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来双手举起来，快点，加油！我看一下，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他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准备。耶利亚，神秘耶利亚，冲！耶利亚，我们边唱边摇好不好？边唱边摇，能不能来准备？我一定要找到他，摇摇！掌声送给我最大的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再来，我一定要找到他。最后一句，我一定要找到他。一二三。你是专业的歌手吗？业余的。那你平时干嘛的？平时在家种种橘子。你也种橘子？对啊，我也种橘子，地地道道南方橘农。你除了种橘子之外还做些什么？你猜你猜，答对了有奖。除了种橘子，那就跟他大哥一样呗，数钱。错，我们吴平在家养的是鳖。什么鳖？养鳖是应该的。鳖就是王八。王八你指我干嘛？王八你养多少鳖？大概有十来亩水面。哦，一亩水面养多少只鳖？养大概是200到300只。那你一年能收入不少啊，养鳖。20-30万吧。最主要的是呢，他不耽误自己平时的在家里边的这个农活啊，劳动。哦，最重要的送文化下乡。是你组织吗？组织大家？不是，是县政府组织，然后从各个单位调。配到爱好文艺的一些工作者，一些骨干。哎，对，都到哪儿去演呢？到村子里边，每个乡镇去演出。一年大概演多少场？一年大概要演28场。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除了自己致富之外，然后呢还要把文化、把娱乐、对欢乐送给乡下的朋友们。哎，对，还有一点最值得我们敬佩的是，人家他们去演出啊都是免费的，给乡亲们白看。来，掌声再次送给我们南风小风的吴平。谢谢谢谢。那刚才我介绍完了好声音了，刘刚，咱俩今天就是好好比一比，没错，看谁发掘的多。你来一个我来一个。对啊，我们先看一个小片好不好？好，来。我叫李志印，来自江西省南丰县秦城镇，从小非常喜欢音乐，为了能练好唱歌，我找了一份调音师的工作。这次的演出对我非常重要，可能能寻找到我一生的幸福，改变我的命运。很厉害吧？我跟你说，他70多岁老母亲啊，至今有一个愿望。我有5个儿子，我一个最小的儿子，他没有娶老婆。我希望你，我可以要个新人。给他娶个媳妇。今天啊，有5位女生来现场，要好好的相一相我们这位大哥。来，有请我的5位姐妹上场。怎么样，美不美？我们掌声欢迎6位女嘉宾。什么6位女嘉宾？分别是5位嘛。逐一的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大家下午好，我叫夏小晨，今年26岁，
平常呢，我也没干点什么，就是咱们蜜橘大丰收的时候，偶尔帮父母帮衬一下。你告诉刘刚，咱们南丰的橘子一年收几个月？2到3个月。两到三个月，嗯，也就是说有早橘、中橘、晚橘，嗯，什么时候的最好吃？晚数，就是立冬过后最好吃的。哎，第二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吴田，今年30岁，我是给我们南丰人民运橘子的。那怎么是给运橘子的呢？对呀，怎么运啊？我是做物流行业的。你对物流真的很了解吗？肯定呢。比如说，把刘刚从咱们南丰发快递发到东北长春那嘎达，打包几天到，需要多少钱？我看我们刘老师吧，有180-190斤吧。190。把它打包寄到长春去的话，得300多块钱呢。哎呀妈，比机票便宜了。三天到。那也行啊，省钱呢。不行啊，现在不是那个违禁品不能寄活体吗？啊，明白了，先把你弄死然后快递。第三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毛文，现在工作在银行。年龄有多大？28。第四位女生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陆亚雪，今年23岁，是一名中学音乐老师。哎呀，中学音乐老师。音乐老师应该会唱歌吧？会呀。既然你提出来了啊，咱就给他唱两句。那我就唱首《甜蜜蜜》。太会配合了。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到我家来用蜜橘招待你，吃上一个甜蜜蜜。好，最后5号女生来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叫卢燕，我今年37岁，我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多少岁？37。是不是身份证打错了？没有。这哪有37啊？你要看背影就是10期。怎么样，五位女嘉宾非常优秀。哎，个个气质非凡。接下来我要非常郑重的请出我带来这位男嘉宾。好，让我下去把他带上来。好好好好好，来，掌声有请我们的男嘉宾出场。主持人好，五位女嘉宾好。停，闭嘴。来，姐妹们想坐转，撤。早知道你是男嘉宾，我们何必和这么多姐妹们在这儿费这个心？你不应该说完美？是啊，我的姐妹们很完美，你一点都不完美。我请他上来。正式的啊，来，有请我们的男嘉宾出场。大家好。好，各位美女，大家好。哎呀，小伙子不错。怎么样？既然是相亲来的，对不对？拿出点诚意，戴个面罩上来给谁看啊？你为什么戴面罩？没有没有，是这样的，我呢平时非常喜欢唱歌，对自己的声音呢特别的有信心。嗯，我希望能够先通过我的歌声来打动对面的这几位女生。在你用歌声迷倒他们之前，你先在我这个板上把你的心动女声写出来，悄悄的，悄悄的，对对，别让别人看到。挺神秘，你以为就你有权利吗？我的五位姐妹，她们也有自己行使权利的方式。啊，每一位嘉宾台上都放有一个橘汁和这个蜜橘扎成的这样一个花环。如果在下面的节目环节当中呢，女生对男嘉宾感兴趣、满意，就戴上花环；不满意、不感兴趣，就取下花环，次数不限，就是说可以对你一会儿满意一会儿不满意。最终如果你认为男嘉宾能够和你有互相了解的机会，就把花环戴在男生的头上。哎呀，明白了吧？明白明白。有没有信心？有。谢谢。现在用你的美妙的歌声去迷倒他们。好吧，好，加油。没有时间寸步难行，困在雨里，人归已宁静。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走到思念的
心痛我终于想起，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你，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脱身，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找出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找出一颗心，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天天想你，天天找出一颗心，别让我的心红如大海。谢谢大家。唱得好不好？唱得太好了。干什么？谢谢。怎么了？我特别恨你们导演组帽子准备少了，怎么就少了我一顶呢？即便是你不给我戴这个橘子树枝的帽子，你也应该给我准备一杯橙汁儿。我是觉得真的开心吗？哇，五位美女全为你戴上了橘色的帽子，就证明他们都想跟你交往啊。谢谢谢谢。也听他唱歌了，第一印象怎么样？声音是很细腻的，情感也很好，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期待他把面具摘下来。第二位，现在也看不到男嘉宾长什么样子，只听到他的声音，觉得他声音很好听，继续观察一下吧。好，第三位，唱歌挺好听的，如果有机会能教我唱就挺好。哎呦，这是在暗示吗？当然这是我的荣幸。我觉得男嘉宾唱歌唱得真的很棒，然后我是一名中学老师，我会钢琴，我想问一下你会点乐器吗？平时也喜欢弹一下吉他。带来了吗？对呀。不好意思，能弹一个给我听吗？今天真没有准备。那么当然如果以后有机会，我愿意弹给我最心爱的女人听。哇哦。第五位女生，我听男嘉宾的歌声是挺不错的，很能打动人，但是我就是看他好像有点瘦，边上有胖子，感觉瘦了好像感觉没那么太有安全感。哦，喜欢我健壮一点，那我也可以去做一下锻炼呢、啊、实际上大家对你的歌声都是一致赞扬的，大家现在就是怀疑你的这个外在的东西。对呀、啊、你知道吗？你敢不敢把面具摘掉？当然敢，我只能保证绝对比这面具更帅。现场的观众想不想摘下他的面具？想。好嘞，来，三二一。1、2、3。哎呀，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吧。大家好，我叫李志颖，平常非常喜欢唱歌。嗯，好好好好。接下来呢，该到了我们女生提问的环节了。五位女生，你们想问男嘉宾什么问题？现在呢，就可以举手示意。好，三号。我想问一下，你会不会介意女生比较强势？可以接受。谁在提问？二号吧。男嘉宾，介不介意女生离异过？因为我是离异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只要真心相爱的话，每个人都会有他的过去，不应该太去在乎一个人的过去。好，继续。四号。我想问一下，你会抽烟吗？会，但是烟瘾不大吧。你是喜欢男生抽烟还是不喜欢男生？不喜欢。也可以尽量去戒掉，这个都没问题。他愿意说他愿意戒，他说他愿意戒，你为什么要摘了？你这是强迫人家，又戴上
不是，人家愿意戒烟，那好同志哥，一号你为什么摘了？你别拦着我啊！一号为什么摘了？你说还没有提问。我想说，问完这个问题，我看看他的回答满不满意，我再把他带上去。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假设今天在这里牵手成功，婚后两个人在一块儿的话，能不能不要小孩？这个我做不到，我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小孩子。如果就是别人家的小孩，我抱在手上，都一天到晚心肝宝贝的，就这么叫，这是真的。看来你是一个很有父爱的那种。那你为什么不想要孩子？没有，因为我想说，我也是一个特别浪漫主义的人，然后我就想说，两个人的二人世界多一点。虽然我是站在我的姐妹们一边的，但是我也不能够接受，因为现在国家二胎政策都放开了，他一个都不要。对呀，多少要一个。还有谁有问题要问的？五号。然后我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一名上班族，然后一般都是白天上班，晚上休息。那你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反正现在的工作性质是比较机动性的，工作时间就是晚上7点在12点这个时间段。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另一半能经常陪着我啊，我白天上班，你晚上上班，然后这样大家就好像没什么共同的时间交流啊这些。来的不好意思。哦，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摘了，五号就把这个花环摘掉了。还有谁有问题要问？好，3号。刚才听你说的那个工资是多少呀？现在我收入在5000左右。那你会不会介意女生工资比你高？啊？也就是说他超过5000。你是哪里人？南丰的。那你为什么要问异地恋的事？在外工作嘛。哦，所以说没戏了。好吧，来。这位穿红毛衣的大姐，不是大姐，您的年龄也想问这方面问题吗？你是想问小伙是吗？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们家的条件怎么样？有没有房啊？现在我是这样的，跟我母亲住在一块儿。大姐，我先问问，您是未婚吗？没有，我是跟我一个朋友的小孩。哦，您也是媒婆啊？哦，是为朋友的一个小孩儿，哎，来考虑合不合适。好。如果没有了，我们就到了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了啊！来，如果你认为男嘉宾能够和你有互相了解的机会，就把花环戴在男生的头上，从一号开始。慎重的来选择一下。天哪，难道第一个女孩就相中了男嘉宾了吗？你如果我还是给傅老师吧。不，我不能戴在头上，我只能拿在手里。我给傅老师。好，那我们二号。我有一个私心呢。你有一个私心？这谈恋爱都是私心。感觉嘛，我上了这个节目，我的机会现在也多了。我觉得现场观众就有很多单身的男。单身的男士鼓鼓掌，我看看有多少。我发现好多已婚的鼓掌了。歪戴帽那个大爷捣什么乱，你都可以做他爷爷了。好好好，来吧，选择一下。好，交给我了。好，来，三号女生。哎呀，四号白衣飘飘的音乐老师。哎呀，这是都相上我了。来，我们五号。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胖点的更有安全感。虽然我们现场的五位美丽的女生没有把花环交给你，但是心动女生到底是几号？观众朋友们最感兴趣，心动女生是五号。那边还有个大哥跟五号说上去上去。你的心动女生是五号。嗯，是的是的。在这个地方当着所有人的面，为你的心动女生说一段你心里最想说的话，好不好？从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被你的气质所打动。我在这里呢，
不敢说来承诺什么，只能说如果哪一个女生她愿意跟我走过这一生，我会给她一个踏实安稳健康开心的人生。谢谢。说得非常好。那我觉得五号，你此时此刻有什么想法？我面对男嘉宾的最终告白，心动女生能否回心转意呢？你此时此刻有什么想法？我也已经过了那个讲浪漫的年龄，然后我觉得生活它就是很平常的，油盐酱醋啊这些。那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对不上的，我觉得两个人这样都分开的不在一起，会影响了感情。组建家庭以后对小孩的影响吧也是有的，所以我只能抱歉，我只能抱歉。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的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因为我觉得很现实，哎，生活实际上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去完成后面的人生。没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呢您对我们南风的唱歌这么好的李志印印象深刻的话，想更加深一下了解，请和我们乡村大世界栏目组联系，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谢谢。好，掌声欢送一下。谢谢，也谢谢我们五位美丽的女生。刘刚，哎，你放眼望去啊，真是漫山遍野的我们南风的蜜橘，到了蜜橘丰收的时候啊，真的有的时候要雇很多的这个采橘子的工人。哎，摘橘子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今天呢，就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大丰收啊，我专门的找来了一位采橘子的高手。哎呀，来来来，耶！怎么了？我也找了一个。我跟你说，我找的这个采橘子高手，真的跟别人方式不一样。我的方式也跟别人不一样。真的？那当然了。这两位采橘子高手到底是谁呢？一起看一下。十一月的南风正是采摘蜜橘最繁忙的时节，两位主持人为了能够帮助南风橘农减轻负担，分别找来什么样的高手前来帮忙呢？两个人几乎同一时间完成了橘农的要求，那么实力不分上下的两位高手，谁能够在乡村竞技场上更胜一筹呢？请出我的高手浩东。那我要请出我的高手徐志强。两位展示一下，我这边浩东用的是刀，我们用的是斧，在我面前就是班门弄斧。好，那到底刀和斧子哪个更有把握呢？采橘子，我们来进行第一轮。第一轮速射断桔梗比赛规则，一共十一个靶子，其中除六号靶子上是气球，其余靶子上绑的都是桔梗。两位挑战者分别从两端进行速射，砍断靶子上的桔梗才能继续进行比赛，率先击破气球者为胜。橘树的这个枝子特别特别难以折断，来拿上一个我们来试一试啊！上来一个观众来试一试，看你能不能锯断啊！用斧子吧，斧子开刃，很有韧性。你看，哎呦呦！哎，你看，就这样锯都非常难，这个、很嫩的，啊，很韧性很大，韧性很大，韧性，我说很嫩，就是这个橘枝。我们浩东和巨乔要用他的飞刀和飞斧，大家看到了，每一个这个靶子中间都会有这样一个橘枝，你们呢一会儿呢飞刀飞斧要把这个橘枝打断才视为成功。我们喊开始之后，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图快，而是要求稳，把第一个打断之后再进行第二个，再进行第三个，否则第一个没有断
不允许往下进行，听明白了吧？所以谁速度又准又狠又稳，成功率越高，最后击中踢球者视为胜者，好吧？来，准备好啊，开始。哇，非常准，哇哇，巨强，巨强，你犯什么傻呀？你那扎，你扎断了。有毅力。你那一扎断，你扎出右方的球去了，你还扎那个？巨强的前面几斧子非常快，到，获胜者是浩东。第一轮飞刀牛人浩东获胜。哎呀，我这个橘子可不能浪费呀、啊！我跟你说，这掉地上的橘子都是好橘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的是考验两位听力的这样一个比拼。那么是两人的轮流的蒙眼，然后呢，这个选手呢要用听力来打到第一位命中的标靶。第一位是拿是睁着眼飞标靶。对。哦，第二位要用听的，对，第二位看看是哪一个标靶，蒙着眼来感觉。妈呀！哎，咱们先从一个铃铛开始，怎么样？好，先找个观众试一下，有没有哪个观众想上来？来来来，能看见吗？看不见。好，来，美女，你手里边拿一个咱们的秘局，因为我不能给你飞刀来感觉啊、哦。你拿着秘局，现在呢，你的对面呢就是从一到十三，有十三个标靶。每个标靶上都有一串铃铛，我呢一会儿摇一下铃铛，你感觉是哪个标靶，你就把这个秘局当成是飞刀抛出去，好不好？大家安静，我来摇铃，美女来判断啊。几号？三号。三号。好，你用你的橘子去砸它。完全要靠听力，没有经过训练是很难完成的。谢谢您。来，两位谁先蒙眼？我浩东先来飞，然后呢这个巨桥来感觉。我们先来一个铃铛，来道哥我来。好吧，准备好了吗？来，开始。都不可以说，蒙着眼吧，眼睛飞眼不住，他斧头出去，他那个距离旋转的圈数没打，有可能多，可能少。恭喜！好，接下来呢由浩东蒙眼。好，先要找一下这个炮牌的位置，很有经验。飞出他的武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安静，否则会干扰他的听力。现场安静，安静。谢谢。下面呢，由巨桥首先来飞斧。安静。哇！呜！完成。轻而易举，打平了。打平手啊！哎，我觉得这个他只要听准了，确定一个方位就可以了。哎，我觉得必须比两个靶的。也就是说，增加难度。我们现在呢，要响两个铃铛，对不对？浩东先生，来，难度在增加，我们看看。巨桥要判断两个铃铛的位置，然后飞出自己的斧子。开始寻思他刀掉了，你知道吗？啊，最后一感觉刀掉的话，不可能就是有两个铃铛响，你知道吗？当时嘛，就是有点乱。
掉了。方向一直是对的，只是掉了。哎，掉他自己能感觉到掉，听可以听得出来。没错没错。来，那接下来换眼罩。难为难为了，把这个难度给他加到最大了。好，巨乔选择了两个距离最远的标靶，他的战术能难住浩东吗？安静。好。一开始我没预料到他会这么飞，刚开始我听两端的靶子都响了，但是我具体是几号，心里没底。脚气的这个位置真准呐、啊！对，巨乔犯了一个特别致命的错误，你左边右边啊，他特别好找，差别特别大。哎，那没办法啊，第二轮依然是打平了，打平手啊！哎，这么比我感觉没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浪、啊、对，有点浪费时间，慢了、啊。怎么比？咱们加难度行不行？怎么？没问题，来五个靶子同时响。万一这么比的话，难度不是大，干扰性嘛，它还是没有就是。五个同时干扰性大，我感觉就是难度加到最大，五个靶子同时响，铃铛同时响起，对我们两个人特别难。浩东以前也是没有尝试过，所以我敢尝试。在上一局中，巨乔拉大目标距离的方式并没能难倒浩东。哇！这次他的想法能成功吗？直接艺高人胆大呀！啊，五个好不好？好，那这个就是要响五个铃铛。那这五个铃铛也别由我们的浩东自己选了，让我们从观众里边来选出一位朋友，现场抽取五个号牌的号码。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哪位？来，拿上来，背着手抽。你别看啊，拿五个。好，给我。对。现在呢，我们就把这几个号牌上面安置了一个小小的装置，一个小电风扇。一会儿这个小电风扇一开呢，五个铃铛呢会同时响。来，预备，打开。哎呦，太乱。要专心，要专心。一个，好，两个，想清楚，想清楚，听清楚了，当时挺糊涂的，感觉很乱。慢慢的感觉还是能感觉出来。还有一个，你别往后边飞掉，你方向摸清楚啊。命中率100%，自己看看，命中率100%啊！对于浩东来说，压力就来了，他必须成功率100%，你必须成功。对，这个确实有点乱。请上一位观众，现场抽取五个号码，给我，来，打开开关，
来继续，安静，大家安静。郝东第二刀没有选择一号旁边的二号标靶，难道他没听出来？不太容易听清楚，一个两个还行，后来多了以后就听不清楚了。在浩东只剩最后一刀，如果击中二号标靶就能获得胜利，他能成功吗？差一个，差一个，最后一刀是吗？好，停，大家看到了，浩东怎么就最后一个听错了呢？因为他两个太近了，那个一和二实际上挨得很近，所以说把那两把同时飞到一，对对，飞到一个晚上去了，咱输了。第二轮肺腑牛人徐继桥胜出，1-1，咱们三局两胜，咱们来一个决胜局好不好？没问题。宿舍比拼和听力比拼结束后，两人1-1战平，最后的决胜局他们会用什么方式一决胜负呢？这里呢有一个转盘是用橘汁拼成的，一会儿呢当我们说比拼开始的时候，两位每人你一把刀你一把斧子，不能砍断中间的橘枝，每人15把刀15把斧子，看谁的成功率更高，听明白了吧？这个很难啊，很难，因为你旋转起来速度很快，你也看不清这个橘枝。我先问一下啊，浩东，你是我请来的高手，对，你觉得这个距离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胸有成局，什么成局啊？巨桥，接下来这个飞镖靶你也是没问题的，对不对？绝对没有问题。咱们闲言少叙，飞起来看。开始。好。来，我们看靶上的飞刀，一共15把，9、10、11、12、13、14、15，15把都命中靶心，但是有一把多断了，就是有一把多断了一个，我们算14把。斧子呢，在上面一共有10把，对，那从总量上来说，斧子已经屈居第二了。三轮比拼结束，飞刀牛人浩东获得最终胜利。惊心动魄的刀斧对决之后，让我们循着阵阵菊香来认识一位最贫穷却又最富有的南方好人。我叫胡喜毛的，这个名字是我娘给我取的，我们江夏就叫得多，得多了就是这个姓王，多得多这个意思。祖先的父母有厉害，所以我们那个吃的很多苦，没有父母。我从70年就到泥工去嘛，一年都赚的2-3万块钱，到现在我们一年都20多万吧。交气交农就是了，交我的钱我交我用就可以。还前年我老北京比我们更困难的，更苦的，吃饭不上的人，我一想到老子提前不用交。我就去认给人家，人家在医院呢，电脑什么病了没有钱了，我就到医院去看人家，看了人家我就说了就10万块钱，就10000块钱人家，先把钱给人家救命了。现在评价有的评价吧，哎呀，这个人真淡在前天了，这个人见面多善的多好事，好事有人好报，有的人都是哎呀，你这个老婆，你别等，你个好傻，淡在前不叫。这里面用啊，这里翻我这翻一翻女儿，哎，你不就卖那个小孩用啊？我这么的嘛，我傻瓜就当傻瓜，我跟你讲，我赚那个钱居然找比那个比个老百姓比我还更困难的老百姓，我们要没捐给人家。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乡村大世界带您来到风景如画的江西省黎川县，带您领略与众不同的黎川特色美食。砍弹弓王大战吹镖王，你能想象用弹弓射断头发丝吗？体操世界冠军现场教您如何健身，对腰这一块要保持平整，对，就是这一块，这块要保持平整。现场陶瓷工人用瓷包演奏动人旋律，傅玉龙和刘刚与众多画家疯狂作画。就让我们跟随乡村大世界的脚步，来到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感受黎川人民的热情。好了，朋友们，想了解我们节目更多内容呢，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农视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浏览查询，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乡村大世界的微博、微信，惊喜多多，互动多多。所以说我们这一期南风的节目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完完美美。